叫沃尔塔特·美尼玫瑰，中文名字毛毛。我今年14岁，我来自德国黑森州吉森市。我特别喜欢音乐，我会弹钢琴、拉小提琴和大提琴。我还会中国的乐器，古筝、葫芦丝和陶笛。我也特别喜欢唱歌，我喜欢唱歌剧，可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中国的京剧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京剧的呢？我10岁的时候，在法兰克福参加了一个秋令营，一个老师从中国来到德国，给我教了点京剧，给我教的是京剧《卖水》和《水袖》。2019年，我参加了德国水立方的初赛，在那个时候，我唱了京剧《卖水》和明月几时有。我现在都学了快到30个歌吧，我最喜欢的歌就是带京剧味儿的，比如 One Night in 北京和赤伶。 One Night in 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红叶微露，我走到了百花深处，请介绍一下你的京剧老师。我在德国也认识了小鹿老师和爱莲老师。爱莲老师对我特别好，我到他家的时候，他给我买特别多的零食，也给我做饭，给我教了晚翠秀。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。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行头。我特别喜欢京剧的服装，姥姥在中国给我买的特别多的，这个就是卖水丫鬟的，这个两个就是穆桂英挂帅的，第一个是小姐的，第二个是在打仗的时候，这个两个就是梨花颂贵妃的衣服。为什么想到要做梨花颂的视频？我特别喜欢京剧，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，我就把我的梨花颂放在 YouTube 上面了，让他们都能看到我唱的京剧，让他们都欣赏一下京剧的美。分享一下你学中文的经历。我上幼儿园之前，姥姥和爷爷在德国总是跟我说中文，我没说过德文。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中国人，我那个时候才学习说德文。我5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练读字和写字，我觉得那时候特别困难，我现在还觉得特别难。2018年，我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第3级。
有什么话想对小伙伴们说吗？我特别喜欢中国和它的文化，我想跟所有的外国朋友们说，你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，吃一吃中国的美食，看一看中国的风景，听一听京剧，你们一定会喜欢。中国欢迎你们。